小王，这个命运把握在你手中。一杯。小华 ，one two three four， 开始。锤锤锤！啊！怎么收了？好，锤好。好，你看啊。一定要先推进去。啊，推进去，我来搞，我来搞。啊，我专业的啊，要推的嘛。看，好好好，你看啊，因为它有点小小弯，小弯。等一下，等一下啊，弹簧可能没有什么力气了啊。好好好，他收完了之后才能开。好，看我的，看好，还可以的啊。好，来兄，啊，把那个小华，你这个你先休息一会儿啊。这个来兄，小王这个很努力啊，兄弟啊。小王很努力啊，一会儿再测、啊。这个给、啊、上五台平板来，上五台平板。好、啊、上五台平板，这样啊，把手机过，我要给小王破个500万，行吗？啊，破个500万我们解决，啊不是解决，破个500万这个，破个500万，然后呢喝茶，喝茶。对，好，那个兄弟啊，兄弟们，小黄的小黄来，平板上了没？啊，兄弟们给5号麦，小黄。不要，兄弟们看啊，这个平板你看怎么拿着平板啊？点开这个看，这10万加看有个人，然后5号麦小黄，你看，那点看到没？有，看到没？这点开之后小黄这有个关注，看到没？给他这个关注一点。点完之后再去点这个福袋，啊，就这么简单，好不好，兄弟们啊？小黄多本事啊！爹，纯又来了，纯又来了，还差多少？差多少？还差多少？500？啊，是啊，还差5万，还差5万，还差最后5万，兄弟们！小黄，你先，等一下。等一下，小王，别马上到了，小王过来看。是吧？完美日记的唇釉，马上就到。哇、哦！感谢我的大三人，咚咚。感谢我的哇，大哥停啊！三位。哎，大哥，大哥不要刷，大哥，兄弟给大哥点举报啊！不是，大哥举报，点点帮助我，兄弟们啊！浪费三位啊！哎呀，浪费啊！不要啥了，三位哥。行，小王没得，往前看，往前过来看。对，看，看三位哥，看你涨多少粉了？榜三，还差多少？是吧？小王的榜三啊，还差4万4，给他破500，兄弟们！你懂艺术不？我怎么懂艺术呢？小黄昨天啊，小黄已经连续2天封1天了啊，兄弟们啊！明天他这2天开播10分钟都封了1天，明天开播我在那里站着，看你会不会封号，咱们从里干啊！来，兄弟们来，完美日记的至尊。是什么？唇釉，至尊柔色丝绒唇釉。兄弟们，这个已经卖了有超过600万了吧？你们去可以看一下啊，58块钱，单支卖了600万单。不是，是全部它已经有600万，就这个品。但是在抖音的话，单支有八块钱，有100万加了。是58吧？日常价。抖音的话有100万加了。59，但我们是58啊，59，一支完美日记了。抖音卖的是58，一支已经卖了多少单了？600万单，一支总共卖了600万。今天小抖音卖出100万加，你不要说600万，六百万是今天小杨哥直播间破相啊，兄弟们！小杨休息一会儿去，好，休息一会儿啊。哟，哎，有品牌方呀？哎，大家好，我是完美日记品牌方。完美日记的品牌方，哎，有品牌方啊。你好，你好，老板。老妹，你们这个卖了多少单了？这个是59一支。不是，卖了多少单？600万单。有兄弟们，老妹这身上在抖啊，你们可能看不清。你看，等你看他腿在抖。不用着急啊，别抖啊！你看我干嘛？害怕你砍我。我怎么砍？不会砍了，不会砍了。我不会砍了，放心啊。这个，老妹，你们59
完美日记大牌子啊，打牌子打牌子，59卖了600万单，今天想一个破价，两只，破价了，兄弟们啊！别，你按这么说，我是不是59块钱两只？颜色我不仅给你加一只，我的价格50上乘，再给你减9块钱，是吧？50两只，色号可以选啊，色号可以选。B01跟B13色号我非常好看，一个是好，啊，卖了很多了，大牌子啊。我擦一下是吧？那擦一下，哟。我来。52只。我推荐这两个颜色 ，B01跟B13。好，老妹儿你来 ，V01给 V 什么？V01跟V13推荐这两个香菇牛肉酱和烧姜酱，真的是他，真的妈好吃，以前没。大饭抢的哦，你要牛肉酱是吧，老妹？牛肉酱来给球球找，有没有？牛肉酱，我上商场卖了，已经没货了，有没有？看有没有货，有没有给兄弟上海就有一个人要，52只啊，兄弟，完美日记的自尊都是丝绒朋友，谁家上车了啊？50块钱两只，有运那些七年无理由啊。可以吧，兄弟们，这个真的是我花了很多时间给他们准备的。19锁色，送给你的妈妈，送给你的老婆，送给你的女朋友，啊，女生送给小姐妹，买给你自己都没有问题。兄弟们，黄青阳都10级了，让我中福袋。龙虾尾更好吃，今天也有龙虾尾，兄弟。别急啊，今天晚上都给你们准备了，兄弟们，不要急啊，不要急，今天晚上都有。那个，下一个。兄弟，要多少单？要不啊，50块钱两只。哎，老妹儿来了，有没有男朋友啊？没有，单身。啊，单身，这里可以拥有吗？单身。你可以提一下，你的男朋友标准是什么？就是对我好就可以了，对我好就可以了。好，那太多了，你可以去排队了，兄弟。我直播间的男生他们都非常的有责任心，啊，对女生都非常好。好的一批，买口红是吧？买口红，买什么牌子呢？买完美日记，我们的色号100块钱四十两只，100块钱，这有一个人问100块钱四只行不行？100块钱四只是吧？兄弟，我50块钱两只，你再下一单不就是50块钱四只吗？没问题啊，啊，不就100块钱四只吗？啊，100块钱四只，50块钱两只，你再拍一单，他是不是就100块钱两只？兄弟。B01跟B13，一个橘调。V01跟V13，这个是他的推，那个，品牌方推荐的色号啊。V01和V13。完美日记的啊，59卖了一只了，59一只卖了600万单，59一只卖了600万单，适合大部分肤色啊。V01是适合大部分肤色啊。拿过来，可以选择V01啊。好，好我的妈的，你们这样干什么？你们搞什么？大半夜的就要吃。你这样就搞什么东西？是不是恨死我们了？恨死我们！你们这样搞呀？对呀，啊！小花，不是讲多少遍？什么来？都跟你讲多少遍？不是这样搞，每次直播间都有兄弟们讲，是说都流口水，说我们这样搞的非常不好。咋搞？你说哪能这样搞的？咋这么露出的那个叫什么？这什么东西啊？鸡爪是吧？冰冰凉凉怎么回事？怎么是冰的呀？哦，冷藏保存的。嗯，这什么？还有笋呢，兄弟们。搞一块。来，搞一块。嗯，小黄，你搞什么？没人这么搞的搞。别这样搞行吗？老潘，好，不要搞成那个。不能讲。不能讲。叫什么鸡爪？有，萧山什么？萧山婆的酸辣去骨鸡爪。是吗？不好意思啊，我们也不想这样。这个现在如果你饿了，啊，叫上你的朋友，你们的可以来看直播了。对。来，你说还有你好像吃这个感觉怎么样？特别的脆，特别爽，特别过瘾。特别脆，特别爽，就是过瘾。嗯，知道吗？你说了，我减肥用吧，韩寒。好吃。那个，那小黄呢？开胃。
他为什么？他为什么？兄弟们，这样吧啊，兄弟，他真的是爽口，就鸡爪子。肖什么婆？肖三对啊，肖三婆的，这个是多少颗？500克一斤，啊，一斤。